晚上我会自己跑到其中一家去对讲。投资的朋友来看吼，这就是咱拄啊现买的吼，现买的，对对对，啊，若有机会来这间芳店啊，金芳怡台联路，嘿，来这芳店就对啦，对对对对，台联路几号来？讲六十六之一号，嘿，来这大顺六十六之一号，好，赞啦吼，好，赞哦，嘿，来咱这买一张吼，哇这，八千，赞哦，好，头奖哈，赞哦，头家娘，搁要来包牌啊？对啊，要来包牌啊，要来包牌啊！你这才叫我看到你呢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好，那我总共跟你买了多少？8000块。啊，8000块哦。希望在这里开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来来来，跟你认识一下。来来。天哪，以前哦，伊怎么阿姨拢来甲各投注站搞阮买，大家投注伊拢会去搞阮捧场先。嗨。哎。咱伫遮放炮好无？变变变变变！算啦吼，哎，咱讲正经的啦吼，即间中清路二段几号？81号。81号，即间吼人气旺，爱大家做伙来买，大家讲好无？好。即届炮要放伫遮无？你家己讲。来，头家，我问你，你敢会认得我？会咯，我包牌里长嘞，对啊，不是打10张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里长好。哎，还记得我吗？接下来要来这间。你看这里，他这里。哎，恁那边。他们的呢？好了，一样还是根据去年一样破20亿来包牌了哈、哦。一样，这个第二区全包，啊，第一区电脑选号。第二区全包，啊，第一区电脑更好，咱即马甲试落来。好，水，好、哦，差不多爱放炮啊。有好叫。水，感谢了。在排队。还记得我吗？哦，头家娘足无用的哈。我不是老板娘，是店员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在这里买完了哈，耶！来冰淇淋耶，好，谢谢。老板娘。对哦，麻烦我们爱那个。吃蛋花条。嗯。有蛋花条吗？哦，明天你先算开。现在在下雨哦，但是还是要买哦。来第一区啊，第二区全包，第一区电脑选号，安尼一周8000嘛，对吧？对。
啊，来来，大家发财哦！哎，来，咱这间什么哈？这间叫彩券啊！哎呀，啊，头彩出伫遮好不好？哦，哎呀，好，来来，即卖吼，第二区吼，全包，哦，第一区电脑算吼。谢谢了，谢谢你还记得我。哎，那我要还是一样要包牌了哈。好，来还是包这个第二区全选哈。没啦，你作祟的啦！今日这届嘛是来这包牌啦吼，来麻烦你第二区吼八支全包，啊第一区电脑镜吼，啊我等下甲你讲几支，好不好 ？OK。嘿，嘿，各位来杯彩券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。啊，也祝你们生意兴隆啊！哈，新开的店，来北屯区的乡亲哦，这新开的店要共支持一下。来，您店您店在哪位？中义街北屯区中义街147号。水好。下雨天了哦，即马来到松旺家要来包牌哦，来头家咱那个掉头彩好不好？哦，赞哦。排队啊！哇，现在已经快要6:50了，再买这一家，继续加油。起码这间，没有啦，没有上新闻啦，不会上新闻。要来包牌了。包包。我家足干的哈，我这个是录影存证啊。现在要赶快继续把剩下的牌包完哈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又来包牌了，又来包牌了，包牌了，包牌了，包牌了哈。是每一家店都是摆满的哦。阿伯，你就是你姓吗？系啊。哇！排队排队排队啊！小到不散。身怀巨款，投注站巡回。你借我笔记好不好？我你就知影讲，这间我有来买过。马不停蹄买了就走，途中匆匆喝下一杯水，下一秒戴上安全帽，前往下个目的地。鬼点子超多的台中市北屯区平和里长林玉顺，去年夏天威力彩上看25亿，他揪团领民包牌，可惜未能一元富翁梦。此回再接再厉，546位领民共襄盛举，每人出资800元，共集资到43万。他分别到北屯区65间投注站，每间下注约8000元。包一到八号全包，第一区电脑选号，然后我要10组，刚好是8000嘛，帮我列在同一张。信封中每张钞票都代表着李明的希望，若老天爷眷顾，幸运开出21.5亿头奖，那每人未扣税前能分得393万元。大家有要买厝的啦，有要娶某的，我大家圆梦啦，我新年的愿望，因为我要筹算了，所以我扛棒也当给挂对的啊。威力彩刮起包牌热，里长笑称收钱对账压力巨大，甘愿为李明跑腿，盼能一扫上回惨败阴霾，欢喜赢回头奖。三立新闻张展之、陈怡姐、张俊栋台中报道。昨天威力彩头奖21.5亿元没有开出，连杠41期，下一期的奖金将会上看27亿，让不少人纷纷集资包牌，都想当亿万富翁。不过来看到台中北屯区的这名里长，在去年就曾经揪团包牌，那么这一次他又再次卷土重来了，这次再度号召里民集资，一共是找了546位里民共襄盛举，总共集资45万元，但是最后很可惜只中了106,900元，所以算下来一个人平均只可以分到189元，连本金都还不到。好，不过由于头奖还没有开出来，现在里长要询问大家的意见，看要不要继续集资拼头奖，并且还要找更多人加入。
彩券行内铁门已经拉下，里长拿着一大叠的彩券，一张一张慢慢兑奖。有钱呢，嘿嘿嘿嘿。1500哦，兑奖过程全程直播，因为这些彩券全都是李明共同集资而来。7:40还在排队，我想说哇买不到啊，我就是根本就没有时间跑太多投注站了。因为威力彩奖金上看21.5亿，里长号召李明一同来集资，一个人800元，一共号召了546位的李明集资45万元，想要拼投彩奖金，一共分散在58家的投注站下注，最后一共获得10万6900元。原本中的这10万6000的，他们自己单独凹，不要再跟新的。那新的人他们是自己要自己再冲一组出来，而且这个呼声目前是最高的。里长说，这是第4次号召里民们一起集资包牌，也是奖金最好的一次。目前获得的106000元，要看大家投票决定是要发还给大家，还是要继续集资。因为毕竟威力彩头奖还未开出，创下了连41杠的记录，下期奖金更高，上看27亿元。大家仍期待财神爷眷顾。记者王胜炫台中报道。